一会儿呢，你自己上去，我还得去赶火车呢。其实你没必要送我，我以前也是一个人。以前你不是我女朋友。我想送你去火车站。不需要。可是。别可是了。你自己上去，我在这儿看着你。 怎么，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我很怕。你怕什么？我怕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。我也是。还有，我害怕失去。我也是。 你不在身边，我没有安全感。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我也一样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慢慢学习呗。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 好吧，最后一个，不许再问第二个了。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？从你爱上我那刻开始。你很狡猾。知道就好。夏朵，你要再不上去，你狡猾的男人。 可真要赶不上火车了。上去吧。很久以后，我回味此情此景，才知道这不过是一次分离的练习而已。在甜蜜而脆弱的爱情里。 我们都这样不断的在练习，练习失去，练习承受，练习思念，在重重复复、高高低低的预热中，走向我们最终的早已寂静的结局。 我现在最愁的不是我那些书，反而是我那一大堆衣服，真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你呀，你是不是找了个卖服装的男朋友？你要是找卖家具的，我看你还得在北京多买几套房子呢。对了，我有熊胖的消息，你要不要听？要。他现在跟他姐在做化妆品生意，上次我在淮海路碰见他了。 他就问你好不好，有没有谈恋爱，对你很关心。切，那你说他怎么不自己打给我呀？他手机号没有变，你也可以打给他呀。嗯，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哎，你要来北京实习，照样高兴坏了吧？我准备提前去，给他个惊喜。来吧，宝贝儿，北京欢迎你。 我不知道未知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，我只知道我对它充满了期待。北京，我来了，你欢迎我吗？怎么样，这车不错吧？挺好。哎。 我们现在也算是有车一族了啊，搬到这个新的办公大楼。接下来咱们就可势不可挡了，啊，是吧？然后，哎，我们把车上东西搬进去，你呀在车上慢慢陶醉吧。好的，好的。来看看。
这地儿你看多好啊，那么宽敞，这么亮，啊，办公桌我已经给您搁好了，以后咱们开会啊就在这儿了啊，不错吧？不错，安排的挺好啊。啊，我这两天去趟上海，把合同给签了，他们催了我好几次了。行，你去吧。哦，对了，你上次让我给你看的那个精装房，我给你问了，随时拎包入住，啊。行，我回来就把定金给交了。嗯，你要是来北京。 必须有地方住啊！哦呦，这么幸福啊！啊，咱呀，当你女朋友还挺幸福的呀。你缺不缺男朋友啊？缺也不缺你这样。哎呀，佩然啊，这些秋冬装，哎，怎么剩这么多？你别提了，这季卖不是很动啊？咱们不是换了新模特吗？ 客户就是咱们夏季姐，那你，对吧？怎么办呢？你把夏季姐再找回来拍点呗。他现在是有名的画家了，再当模特儿不合适啊。哦，对，人家这周有个画展，让你去，你得记着啊。我记得，帮我订束花。啊，行，好吧，看看。怎么样，阮浩，捯饬的？终于摆好了，累死我了。累。 辛苦啊，辛苦啊！来来来，辛苦。怎么了？啊，文章打到一半卡在里面了。维修部的人下午就过来。可是组长马上要那个。他急什么呀？下班前给他就行了。谢谢王经理，谢谢。叫我王姐就好。 这是我特意叫人给你做的，一个小画展，不用这么费心的。这是不是太隆重了？说的什么话？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讲很重要。你以后的身份是画家，要注意形象。等等，姐，你想我没？哎，你穿成这样，你是要出嫁呀？你回来干嘛呀？ 我还没跟你助理约档期呢。啊，小气鬼！难得秘密回了一次，我们去吃大餐。啊，我不行了，我一会儿还要赶通告呢。这么累，也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。赵叔叔，嗯，你说为啥我姐老让黑着一张脸呢？她本来就黑，对我也一样。唉，都是天涯沦落人呀！唉。 我就先走了，我就回来送包的。周末你姐画展对吧？放心吧，她的事儿我忘不了。哎，赵叔叔，我姐要是跟你生气，你就别理她，她呀就这脾气，别理她就行了啊。包不错。按时吃饭啊。你不用担心咪咪，她会很好。 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也挺好。明天我会派人把剩下的画给取走，周末一早我来接你。这几天好好歇歇。徐毅，让你写的代码怎么还没弄出来？今天下班之前你必须发给我，不然老板发飙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 小绿，哇，进球了！进球了！尽管喝，今天我请客。哎，有个十个安排，这个项目，那我们北方大区呢，已经在上半年完成了所有的任务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
南方的方案呢，由我跟刘春梅、王恒、黄翠、陈庆来负责。对不起。来负责所有的运营。喂，我正好正想给你打电话呢。你在哪儿啊？你猜。猜不到，你快说。我快到你家四合院了。你不是后天才到北京吗？我学校的事情办完了，就提前过来了，不好吗？你猜我在哪儿啊？猜不着，快说。我在上海，你寝室楼下。不是你俩啊，非要整什么惊喜浪漫？这整成牛郎织女了吧？啊！哎，刘哥早。都下午三点了，还早呢。走。哎，牛哥是谁？韩牛哥，韩牛哥是我呀。哎，你不会一直以为我是你抹黑吧？真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你坐，你坐啊，你坐会儿。好。大牛哥啊，有热水吗？我的烧水壶又坏。啊，有有。这谁啊？这是我朋友。你好，我叫李尔。什么朋友？女朋友？不是，这是张亮的女朋友。啊，原来是嫂子呀。我叫宝贝，就住在隔壁那屋。你是第一次来北京吧？晚上我带你去三里屯啊。哎，啊，那个开水，热水，热水啊。哎，你别拉我呀！多喝点水，让回去吧。走吧，我送你去酒店。张漾不放心你一个人住这儿。不用了，我跟林说好了，我去他家住。啊，那也行，我帮你拿箱子啊。你们两个在演麦琪的礼物啊，也太逗了吧！别说了，都快囧死了。对了，正事儿啊。我过两天带你去见我总编，他这两天有点忙，没空接见你。好。离你们家最近的商场在哪？要买什么带你去呗。我想帮张漾买一套床上用品。你们俩进展够快的呀！哎，都开始买床上用品了。想什么呢？说实话，你们两个是不是要同居呀？我才刚来，你就想赶我走？你是有情况？哎，我有什么情况啊？我都忙到没朋友了，我能有什么情况啊？我觉得啊，还是熊胖适合你。哎呀，不说他，不说他。你给我说实话，张亚有没有跟你说过同居的事儿？喂。哎呀，说实话，你说你吧，个性闷，话少。臭脸的这种文艺女青年，张漾这是在拯救你。哎，你差不多得了，你就别挑了，你就从了吧，从了吧，从了吧，你。至少我脸小。快继续搓，你再搓一搓，你脸小。进，进进进进，哎！喂，下一场，巴萨，还是1000注。
行啊，先欠着。合作愉快，能和你们公司合作是我们的荣幸。年轻人创业也不容易，不过你真的不考虑给我们独家线下授权？费用我可以一次性付清啊。谢谢你的抬爱，另外几家我们也在谈。我们品牌在市场上是个新面孔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提高知名度。年轻人野心不小嘛，不过我喜欢。合同呢，我们这边这两天就会拟好，第一笔款项下周打给你。哎，一起去吃顿晚餐？不了，一会儿见个老朋友。那好，保持联系。我的提议呢，也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。好，再见。喂，恭喜你。你怎么知道恭喜我呀？听你说话的语气，就知道你的事情办得很顺利。我就说了唯一一个字，一字千金嘛。你快点回来，听到没有？你在干嘛？我在商场替你买床单呢。你床单上全是破洞。这么着急就要当家了？没事了，我要挂了。我一会儿去看一下许毅，看完他就往火车站赶。你等我。许毅他怎么样？他家没人，手机一直关机。我打算去酒吧看看吧。迟到，业绩拖小组的后腿。上班睡觉，这么重要的文件你给我弄错小数点。你正眼看看这是哪儿？这不是你家。你知不知道你很吵？说什么？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？扔东西啊！听说过两天要去报道喽。只是实习，能不能留下来还不知道。原来不喜欢北京，喜欢上海，现在在北京常住喽。人都是会变的嘛。你呢？还没有谈恋爱吗？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很难的。我每天都忙着留学的事情，连睡觉时间都没有，不像你有时间谈恋爱。你说话的语气跟林一样的。签证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挺顺利。姨妈他们肯定很舍不得你。好男儿志在四方。你的耳朵怎么样了？你又提醒我。我这不是提醒你，我是答应过你一定要治好你的耳朵吗？先谢了。这个菜不错，不过分量有点多，我们两个人点一份就够了。好呀。嗯，这个好像也不错。嫂子好。这么晚出去啊？嫂子，你晚上有事吗？我带你去夜店。我还有事。哦，嫂子，阿牛哥都喜欢什么呀？这个我可不知道。他有女朋友吗？你怎么不自己问他？我问他了，他不理我。哎，要不然你帮我美言几句，我晚上回来给你带好吃的。啊。你好，请问许毅在吗？找许毅的人可真多，怎么他也欠你钱了？还有谁找他？他人气可旺着呢，找他的人一堆一堆的，所以老板叫他不要来上班了。喂，不要乱说话。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他学别人赌球，输了二十多万。他人呢？
刚刚回家。他还住原来地方吗？嗯。怎么又要去上海呀？这周末说好让我休息的，谁让你家临时通告了？说了多少次了，不长点记性？我推了，问题是推不掉啊。推不掉，有什么推不掉的？哦，这世界离了我还转不了了。可是，这电视台要是离了雅西姐，还就真的转不了了。雅西姐吃水果吗？你们呀，都别给我拍马屁，有本事把那狗仔给我搞定了。网络上的消息，你能别往心里去吗？瞧你点出息。明天的记者我都给你安排好了，全部打点完毕。人家一不会问你香港的身份，二不会问你的感情问题。哎，我问问你，除了这两样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就随便说就完了呀。你给我去查。查什么？查网上那些谣言都是谁散播出去的呀？肯定是那个夏敏敏。哎，我说你是不是傻呀你啊？啊，夏敏敏，亲爱的，你们是组合 ，GAL， 知道什么是组合吗？啊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他害你不就等于害他自己吗？哎，我说你现在怎么帮他说话呀？你是不是被他收买了？他掏钱了？我跟你说，蒋强啊，我跟你工作到现在，我的心一直都在你这儿呢。你不能这么说我。你现在是人红是非多，啊，背后议论的人，你就让他议论两句就好了嘛。你人面前好好坐一坐，摆一摆。背后的事情，我来做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就是啊，雅西姐，你要不要喝点红酒啊？前天换姐好像突然送来一瓶红酒，听说老贵老贵的呢，都没有送给夏敏敏，直接给你送过来的。那你快去给我拿呀！哎，好嘞。哦，对了，你要不先回去吧，沈哥，反正这儿有我，你也累了一天了。好吧，我就先走了。明天一大清早啊，我来接你们去机场。那个酒给我少喝点。知道了。那雅西姐，这个酒呢，你还是少喝一点吧，就只能喝一点点哦，不然的话，明天早上赶飞机就起不来了。你话怎么那么多呀？赶紧吧，上去收行李去。好，那我帮你收行李去了。少喝点啊。哒哒，啊，哈哈，啊，啊，啊，菊叶，啊，你每天都喝成这样子吗？对啊，我亲爱的亲哥哥，我真想揍你。你来的真好，我也想揍我自己。来，这边好呀，来帮帮我，啊！啊！吐！慢点，徐毅，谁？谁在叫我名字？这么大声！站住！怎么了？不认识你爷爷我了？啊？咱们之前可说好了，晚一天剁你一根手指头。爷爷今天来拿你三根手指头。一、二、三！老大，臭小子！兄弟，兄兄弟。我弟弟喝多了，对不起。有什么事儿，等他明天起来再说吧。你谁呀？
我是他哥。我提醒你，你别惹他，他可凶了，小心一点。管他是谁呢，给我让开！打他啊！打他！动手！打他！住手！住手！臭小子，你要是敢动我一下，老子让你活不到明天。你别威胁我，否则我让你活不过下一秒。兄弟，我只是来要钱的，咱们没必要把命搭上。你这样，你放开我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吧。什么好好说？他欠你多少？连本带利25万。本是多少？10万不到。张扬，弄死他！兄弟，你这利息有点高啊，打个折呗。好啊，那你先把瓶子放下来。你打完之后就放，我怕我的手啊拿不稳。九哲，你去买菜。八折，7折，行了吧？大哥，老大，没事吧？这样吧，15万，3天之内还给你，现金。我怎么相信你？他住哪儿，在哪儿上班，你都知道，我们跑不了。钱还清以后，别再找他麻烦，否则，下次不是这个了。有没有听到？别惹麻烦。算你命好，走，不要再惹我。雅西姐，醒醒，我扶你上楼去睡吧。雅西姐，别烦我。我就先让雅西姐再睡一会儿呗。7点是飞机起飞的时间，不是起床的时间。越来越潮了，喜欢吗？非常喜欢。上次在你这买的话非常棒，
喜欢就跟我说。好，什么时候有话有人？那你们慢慢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打扰你了。哎，开张。不错啊。哟，嫂子，还行吧？好。喜欢哪一幅跟我讲。好好。那行，您陪嫂子先看一下。好好。嗯。呀。米米临时有事儿，但是他今天送来一束特别特别大的花，别往心里头去。我就是担心他的身体。不会有问题的。你看，我的朋友们都很欣赏你的花，跟我这儿就订了好几幅了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来做你的经纪人得了。我可用不起你。还有别的朋友要来啊？啊！哦，吉吉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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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，谢谢谢谢，恭喜啊！谢谢。那个张亮在上海有点事儿给拖住了，啊，特意派我过来给你道贺，还说一定让你给他留一幅画，他挂在他新房子里边啊。一定。啊。啊，黑人，我网店的合作伙伴，这个是赵老师。赵老师，哎，赵老师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那你们就先忙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就先多担待了啊，告辞告辞啊，走了，拜拜啊。朋友啊，今天演出好成功啊！我感觉啊，全上海的小姑娘都来了呢。哎，我不去了。怎么了？出去透透气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大晚上一个人出去干嘛呀？你是真以为别人不认识你是谁啊？对啊。啊，你这黑灯瞎火的，万一碰到点坏人，或者被人围住了签名，怎么办？我陪你去。你陪我？目标才更大。来。哎呀，谢谢，让他去。沈哥，别生气啊。师傅，走。喂，是我。找到我的，大老远一看，最低调的就是你。这叫最低调的低调就是高调。干嘛？找我就是来听你说绕口令的吗？不是呀，就是想你了呗，找你出来聊聊天，不行啊？行，当然行。你想去哪里？嗯，要不要去夜店？我请你喝酒。还是我请你吧。对，我差点忘记，你已经是大明星了。当明星的滋味，一点也不好。你说你这样累不累？到哪都搞成这个样子了。我不搞成这个样子，上个厕所都有人追。喝一杯。好啊。给。啊，红人，干杯。你说我能红几年呀？哎呀，想这些干什么？能红几年红几年，能赚多少赚多少。真不愧是天中才子，说话一套一套的。哼，我想到了，你以前上学的时候就不爱读书，
整天唱唱跳跳的。那我那个时候美吗？不用怀疑，你什么时候都美。怎么好久不见了？难道不想抱抱我？绅士就是绅士，永远也成不了流氓。所以你也永远忘不了流氓是吗？你错了，早就把他忘记了。等我自己变成流氓那一天开始。不许接。拿来。我说了不许接。拿来。我说了不许接。拿来。哎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陪着我的时候还接别人电话呀？好啊。哎。来这边，还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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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不是，哦，好，这样就没人来打扰我们了吧？喝酒，来，干杯！早啊，又忘了吧？你的小样小乳酸，谢谢。哎，你今天干嘛？我去趟书店，然后去张漾家等他回来。张漾还没回来呀？没，许毅出了点事儿，他处理好就会往回赶。哎，你说这个许毅啊，他什么时候能消停啊？我也想知道。你跟张漾就是上辈子欠了他的，你说他先折磨完你，现在去折磨张漾，可能真的是吧。你们两个就应该不管他，让他吃点苦，说不定就好了。我能做到，张漾未必做得到。喂，焕姐，哎，演出非常成功啊，雅欣，开门！雅欣，开门！沈哥，小声点啊！人呢？谁啊？啊！